各位一同来参与由 Synology 所主办的年度盛会 Synology Solution Day 2024。近几年，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天灾人祸不断，营运的管理怎么样子不中断，变成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先进都有听过或是遇到过各种网络上的攻击，这些资料呢都是客户的资产，那我们就得透过完善的资产保护策略来跟客户建立足够的信任感。Synology 这边有一个 Security Sign-in， 那甚至是多重验证，那这是我们一个重点客户非常在意的点。我们历经很多那个备份虚拟软体，没想到那个 Synology 这边有一个 Active Protect 的一个备份还原虚拟机，它的操作界面其实算是蛮简单的，重点是它备份还原也相对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产品。那因为我们有实地测过，那这个可以值得推荐。Synology 很持续的去发掘痛点，希望可以打造一些更好的易用性来帮助 IT 提高你们管理的效率。所以在群晖，我们非常努力的想要打造更稳定、更安全、更易用，而且同时成本非常友善的 IT 工具，让各位可以跟我们一同走向利用资料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愿景。